第二页第七个字上，以后顺序先这个，然后勾上来，哦，从这边，然后当然大部分是先这个，但是在这里行书我们经常是这样写哈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书写的过程，先横画，短横画起来，倒勾勾起来，然后记住这要连续的感觉加压，然后直画拉要拉的勾稳定，然后稍微勾起来。然后再接左边，往右拉，哦，说不要被卡死了哈，要能够灵活的哦滑动，哦，这是上，